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白同学。吼、哦，白同学今天要不来拍三八片，怎样？之前同学们敲完的，那个什么车进报废厂，吼、哦，反应热烈。然后白同学现在又运用关系又到另外一场的那个报废厂，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。这场应该来讲，国三车应该是较侪啦，哦，啊，因为每一家在做风格不一样。来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来看了。哦，啊，这场路看个愈大场，愈来愈大片。哦，甲你讲，白龙雪资源足济，我只是讲有哪无爱用尔，因为因为那些无好爬。好了，我们继续讲好了。来，哎、欸，像这一台 March 的话，它后面就很流行。哦，后面把它补起来，然后这个补起来的话，这个升黑当中的失败片，伊这用波头的无，固然就跳卡。这个时候很流行，但是以前。补这样的话，后来有一阵子无后顶无白顶，伊袂严车子，迄位安尼哦。来，我们来继续看。啊，这台这是这是什么？十飘路哟，这只敢十飘路？来，这只 Corona 我知。V 六二十四 V 对十飘路，十飘路这台车我感觉真好驶，啊，足细声，啊，但是嘛唔知呐，伊的中古价嘛真歹。哎呦！野狼传奇也进来报废厂了，你看，所以白同学这么爱看哦。好啊，这就是拢迄个啥发财啊，这种商业车较侪啦。哦啊，一样，我们也是慢慢的进去。哎呦，这边敢那在沙漏的规模，感觉比较不是自助式的，敢那较抢大面的对啊。唔知是材料无好势了，来这过压掉哦。哎呀，来，我们来继续看。哦，你看。讲今天 W210 真正诶，它这个车非常多都进报废厂了。但是我以我甲看这哦、個，像这個、这京东应该是迄个啥，这只扛起先去底拍诶，有啥可惜啦？但是讲真啦，胎巴胎袂了啦，哎呀，哦里面哦这个就看起来比较累啦，皮有年纪，嚯、哦、那袂输该气压是酷上诶啊，叫降低落啊，啊记得。来这个地方也是要经过店家的同意哦，因为这安全性问题。比如讲，像你来好奇，你在这边玩或怎样，你的车子像跌落，真正讲真的很危险啊。这个危险的部分，白龙雪来帮你们把它拍出来就好了哦，你就来看就好啊。哦，大概诶，这边应该是商业车较侪啦。哦，你看人姓名的衫嘛报废了，你有看哦？好，然后米斯比奇这是咩 ？DEL。迪奥卡哟，咁是，哦，全部拢 ending 呢。来看者，这应该嘛是第三世界来修的啦。但我感觉因那边的人是真厉害，种 ending 一修紧的，我就整理会当改成个拖拉机咧行，才真牛。来 ，S320 已经多次入足我们那个报废厂的行列。什么叫做双层玻璃？来看一下。这就是双层玻璃。即马新的车位还阁无干呢，伊内底有两层喎，才一层，才一层，这就是双层玻璃。因较早白龙雪玻璃捌破过，我知。高铁也过啊，哦，嘛是干那该气压式的酷炫。好，我们继续走。啊，因为每一家那个报废厂，他们经营的风格都不一样啊。蓝帕就是 LP， 伊这个后大了对吧？然后就水槽，其实种货车啦，就这样咧改种修理车，敢真方便哦。没有修理车啦，露营车啦，好，搁几排。哦，这台车架安尼，啊，这个有的时候因内底用切的啦，啊，你若讲为较完整的，为讲要买车身后壁啊，第几集咧切，大部分就是这样买卖比较多。哦，啊，这多多落雨了，啊，所以北部的话，这种店家我不知道，南部这边也是有啦。啊，白龙雪熟悉这头家，伊这是算较传统式的方法，就是整个以平面取胜。哦，安尼对，才职业咧台对，安尼等下再来看一下。所以伊这边以我目前来看，其他我们那边在看的那几场，它的车子完整度会比较高。啊，这一边拖来这边大概就是最后一站了，所以一边边报废车来讲的话，它也是有很多的利用的那个关卡啦。哦，这只车呢，压高呢，哦，压呢呢，K
翘翘了，好，鹰仔肉的，上出的上出的这只3500的。所以你若讲有咧生车，这钱拢是报念在。你敢讲这块后趟区啊内行的无？内行就敢买这块就好啊。中华宾士啊，紧的哦，紧的哦，有钱就歹买哦。看了这影片的时候，会当紧来甲头家买哦。因为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再买还蛮贵的啦，对我来讲啦，哦，纯粹甲研究者。啊，还有这个东西，哦、我感觉面对板金蛇佫加真好呢。鹰仔肉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酷酷，歹势，来，鹰仔肉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橙色者、哦，我感觉这车内底还佫有皮味呢，啊，这上顶配的，伊这还佫有五单，这是我们饲鸭的款哦，哎呦，有这只上顶配的呢，敢是？像有时候看这个车子这样报废，就会蛮舍不得的。啊，这立标啦，对吧？原厂立标，内行来买这机，这到底唔知要哪拽哦？我想看嘛，这看要哪拽？这我袂晓拽呢。其实要甲买这机，到底要哪买啊？想买的可以找这个老板呐。迄位找向头万呢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哎，怪手毛报废的呢？低高机报废，哎，高铁的，水哦。哦，搁一只鹰仔肉个啊！我个感觉吼，宾士的做鹰仔肉，伊当中咧牺牲啥？伊唔正大，唔正细，你知道？他要修正大水牛那个迄个啥笨笨的那种感觉，但是伊即马做做起来时阵，迄当中啊讲像我讲伤细只，煞变啊可惜。S350诶，好，一样，敲门一下，甲开开。哎呦，哦，这只杀掉啊！这只杀掉啊！哦，伊像这支汉道路，这支哦，这台车来装，这只算我真赞的。好，咱们继续看，啊，这应该是工程车，连工程车也来报废呢，真古锥呢。哦，工程车内底是生做安尼啦，车尾啊，伊的面相就这样过去，啊，变速杆底下，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底格机。但我家个人感觉哦，有土石有财有土地是做方便，但我感觉这头家安尼，我感觉这块土地也无好啊利用，是真可惜。哦，来当安尼一片都摆拢是好啊来才发挥，嚯、哦，一定真赞的哦。但是我先感谢这个老板给我这个机会来拍摄，啊，这可能唔知是咧销毁什么物件地方，然后怪手，但是像这怪手，我感觉这种物件基本上这报废可能啦，乌龟可能拢台吧尔。我觉得啦，后来我们去里面看一下，他那边到底有什么烧？看那边是到底台吧台什么烧？那里底正刚在台啊，哎呀，哦，这个就是你们想看的报废场。那像这人啊，还阁做赞的，一卡几百块啊买转去，无讲真哩，但是也无来买夹条，足可惜的。啊，搁有啥物车咧？哦，报废场，这边就是大家讲已经最后一站啊。啊，这是沙皮，我感觉沙皮了。哦，这车呢，看这大只。哦，你看，那么高你也向去老了，很危险，知道哦？很危险，不要死啊！要死出来靠咧。咱来人突击采访咧。我之前。马车方向盘嘛是来这间买的，哦，豪迈，豪迈在这报废了，哎，可能红胎去抢掉了。我们开始进来那个他那个台吧的地方了哦。哦，这白铁的车道另外跟他站呢，整台车有没有熬油哦？他这个还非常完整，这个白铁的完整性，白铁的属性也较袂生鲜呢。哎呦，我讲这行哩，我会惊到去流落来无？所以这种算作传统的一个，迄个啥，一个报废工厂啦。这叫做传动轴内底回上头，安尼，哦，大概内底的台吧，就是这个。哎呦，你娘都惊到！
哈，所以摆拢是会惊。但我感觉种物件可能买来拢膨胀尔，哎呀，好啦，大概简易的哦，我们今天又分享了一个报废场哦，另外一场给同学们看。啊，当然有些物件人讲换新，较袂去互看轻，所以那个其他在点嘛，拢卖固定点一个，固定点一个啊，你拢无换新。好啦，哎呦，你看迄怪手来哦。开个主题让同学们看哦，怪兽它的轮子跟底格机为什么要打洞？你敢知影？知道了刷知道紧嘞，因为白龙雪那种开手波啊这，我刚要讲啊，因为它我是听说没有避震器，伊就是磕小块安尼 QQ， 安尼唔知对唔对，我唔知啦。车道，哦，种货车该抬嘛是都抬嘞哦。充满了神秘的感觉。那、啊、这只是叫什么？这只我拢真常会使呢。好啦，大概简易的就分享这些资讯给同学啦。感谢你们的收看。哦，啊，你若讲有爱去看什么题材，哦，咱卖讲拍一挂危险性奇奇怪怪啦，种物件就爱看，我来拍恁看，安尼。啊，记得没事不要来那个。那个啥，报废场，哪边买物件，一般也是真的要买，是叫店家拆给你们，安全性比较高。因为毕竟你在拆的时候，常常在跌掉啥，那是白龙雪大概一个善意的提醒。感谢收看啊，感谢这位老板哦啊，让白龙雪拍摄这个传统的一个产业，分享给同学看。再见了。